你好，请问方五洲？他走了。去哪儿了？为什么当年西方登山界有人拒绝承认你们登上过珠峰呢？登顶成功是要留下影像资料的。雪崩！是我没抓住。凭什么替我把身体给扔了？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杀了我吗？如果再有一次机会，我死都要保住身体。国家决定再次组建中国登山队，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。我们自己的生登上去，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。憋气一分钟，六个科目循环作业两分钟。在你们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顶之后，全中国人民、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你们是谁。三分钟怎么可能做到？那时候生命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。我相信你还会再一次踏上珠峰。是时候天气系统移速加快了，请你立即停止这次冲顶行动。我快撑不住了，继续前进。